一口蒙蒙完，一个双击我都不用啊。真的黄金，香辣大鱿鱼，满籽的那一种啊，满籽大鱿鱼，有点像红油，哇，感觉有食欲的老铁，就给平平来个小双击吧，谢谢。看看里面有没有籽啊，如果爆出籽就给我来个双击吧。满籽啊，香辣大爆头，来一个啊，有冒有黄。鸡排又来了啊，老铁私信我说平妹呀，这两天又飘了吧，不吃大鸡排了，香辣版了啊，而且还得来点零点红油的那一种啊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就说有没有食欲完了吧来，还会拉丝，呵呵，你大鸡排肉多好，好多墨汁，我不吃我少喝了，火一口蒙蒙完了给我双击，蒙完一个都不要，来上辣椒，好上点辣椒油，哎呀妈呀，我的天，感觉平平够拼的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，真的好贵哟，
位尼罗来了啊，我刚才说了平妹呀最近有点飘，包了碗尼罗你都不吃了啊，来了啊，你感觉平妹够拼了，就给平妹来个双击吧，来个双击，来个关注，哦我的个妈呀，不白来一串，粉丝袋子啊。嗯，太香一个超大的老虎虾，我的天，勾的脸一样大，吸一个啊！如果我能吸成功了，给我来个双击；吸不成功，一个都不要啊！嗯，好吃，太牛了！哎呀啊！一口蒙蒙完，一个双击我都不要，感觉自己颜值高的给个双击，感觉自己颜值超高的给个关注啊，海螺。大家好。你是不是第一次见这个？这是什么？我也不认识，真的。我的天，我这是有没有认识的？认识的老铁给我评论一下啊！太吓人了，我都无法下嘴，就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嗯，哎呀妈，太腥了！啊，我尝尝啊，我的妈呀！有认识的老铁给我评论一下啊！就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，到底是没捡到。也不知道怎么吃这个，有没有认识的？就里面长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知道它叫什么，但是我忘记叫什么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哎我的妈！我牙差点掉了！啊，我的妈呀！我怎么吃啊？里面是这样的，嗯，腥死了，一口秒一个火龙果，如果我能秒进去给我来个双击，秒不进去我一个都不要了，太大了，
关机。